卖个坦白，唔骗吧？唔骗吧，哈。啊，是你要哪做哪讲嘛，是可以啊。因为你个兼职你个迄个啊，所以点点啊做，我较有意思。
这边低到位低。这里看到。嗯。查某有摕侪过吼，查某，我即种查某摕侪过吼，我伊拢有变好。即摆用了，伊有一张吼，那像个警察的迄、那个，迄感觉。算你有哪经验个啦？迄个今年交我合作迄个出店吼，我有交过个设计，伊变好了无着。啊，到时个运作嘛是拢个啦。绿车吼，车色有即个种色，讲伊要讲伊用什么色？今我个顺下遐，笔触吼不顺。啊，这些嘛是爱好听，好听个歌唱吼，伊特别水。你上色，他都上色。那给你这种不熟悉。都一直阴天了，今天早上出门还会冷。到家这么热。那底无穿内衫就对个。对啊，热到戆面面。好闷啊！明年就二十四了。我都三十多岁，干不起了，干这气，这气。这个绿较活泼啊，啊你啊较淡色的绿吼，较顶较顶吼。干嘛是？它是个红草绿啊，较那个轻盈。这个我又要问你啊，盲神穿鞋到底是雨水多还是雨水少？
迄有两种讲法咧，都话讲人性是逆天啊。嗯。哎呀，所以伊咧来讲就是讲，啊穿鞋的时阵是表示较无好嘛。嗯哼。啊啦，穿无穿鞋的是表示雨水较济嘛，啊佫闭口较漏水。嗯哼。啊，另外一说就是讲，啊人性是逆天啊，伊若穿鞋，都好得病啊，就会做大水。这没有一定的标准。标准啊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要当机。哦，安尼哦，小姐哦。嗯。你若像为啥我头仔迄搭遐，把迄个设备吼，全部拢调匀。嗯哼。伊这我算两只。嗯哼。啊，我正调个两只是两只。好好好好。啊，你若无一概调色，你若用甲无够，去调色一定会有色差，100%绝对有色差。了解。啊！你这我们要洗较清净净哦，一定要去顺一遍哦。它毕竟如果好，安尼你当然较好。因还佫有一挂像迄小地方哦，小地方会迄个较袂遐遐热哦，安尼较好者。啊！你用完这你怎袂杀去啦？无，我直接专攻这只。安尼你来刷来刷去，较好，我做个。我先玩大连先客户，他客户吧。哈哈哈！安尼就歹势咯。别，我也未歹势，因为啊，咱要记录啊，第我爱想讲咱记录下来辛苦。嗯。对啊，哎，你这样。